非常完美，男嘉宾入场。已经有请节目主持人陈怡。啊！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后面，就是在想象，就是各位都是特别帅气的黑色西装站在这里，我出来是什么感觉？但是刚刚门打开的那一刻，我走出来，我就会有点害怕。气场太强了，所以我赶紧需要各位给我爱的鼓励。欢迎大家来到贵州卫视《非常完美》，完美告白。